大家好，我是小妈妈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比宝宝爬行比赛。这一次呢，想说要来血池，想说上一次就是小牛连动都没，在出发点连动都没动嘛，所以我就想说这一次来看看他到底就是至少给我往前一步也好，一步哦，一步就好，一步就至少比上次就是进步了嘛。好，只要求进步，只要求过程，好，不要求结果。好，虽然说妈妈比较好胜，可是没关系，就是小孩子嘛，大家都跟我说不要让小孩有压力，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态度，就是心态，就是对小孩也比较好。好，然后反正就是说好过程，只要他比上次有往前一步，就是成功，就是进步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参加的是 3M 的宝宝爬行比赛，然后它的地点是办在家乐福，还蛮特别的吧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换一个策略，把它放下之后呢，两个人都跑到对面，就跑到终点等他。这样子的话，他就觉得说起点都没有人啊，他可能就想说哦，我要赶快往前爬。好，反正我们今天采取的策略就是这个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说今天会不会奏效。我们小牛这一次是八号就是八，我们应该有望有望，这是幸运的数字，幸运的号码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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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是终点，爸爸在吧？加油！嘿，加油！嘿，嘿，一号到七号，一号到七号开始比了，好紧张哦。往八号，我们是下一组。他的社雀场，完了一放下就开始哭，这一次没有，好不好？就是没有，一放下去他就开始，反正是东张西望。然后这次其实也有完赛，只是说没有在60秒以内完成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。他可以从起点爬到终点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妈妈，我已经觉得说有已经进步很多了，没有名次不重要，重要是过程，过程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参加 3M 宝宝爬行赛的一个记录。那大家如果有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分享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还有留言哦。拜拜。